观众请这边淘宝大家好，很喜欢晚大提示这个蓝旗是保持高温高湿的天气状态，预计今天蓝旗将以最混的天气为主，大部分乡镇午后的最低气温将达到34度，一部所在甚至搁较低。今天沿海风力是南风5级，现在已经到此时节气了，但是这个湿气原在是未消脱。面对大热天气，大人原在是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，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。是安怎叫你描述回弯这只龟声呢？回弯路，天下第一秒，还是世界一条之多？起来就搭标签，咱就先搁调直了。不过知名导演阿瑶有说过，工商社会时间无过，咱大家人总算也一个命好记嘞。福建人爱拜拜，大家皆知。第一点，石头会通加工做各种拜拜的形状，佛祖、菩萨、神仙赢天下。当然了，想要拍出名声，干那大路戏，真是无够易。杭州下山前长江群钓，厦门高粱寺定心供上，人民英雄纪念碑铺钓，华盛顿广场马丁路德金像。全世界到底有偌侪石雕从回弯来？具体数据检查是歹算。石雕唔但为回弯赚了名声，也阁有看会着的门呢。2020年，回弯石雕产业年产值有将近200亿，占全回弯工业总产值的1/3。想要真正了解回弯，你无可能对路边的石头滴无看见。接落来，也阁是请各位专业人士出场。慢慢啊，讲给大家听。三伏天吹坏的空调，也阁毋是上艰苦的。行入去石雕厂的切割间，只要10秒，102.8的噪音，就有法让脱离对夏天的浪漫幻想，再走袂去。我叫陈耿龙。龙吉石刻的负责人，从事这个行业16年，目前是跟我弟弟在经营这个企业。你先这个先不要，我今天中午等一下给他让他给他切了一下，然后你再切。那要说工厂规模，面积比回弯只能算中等。第一只大大小小的石雕厂有要一千间，创一刀的也有要10万人，但亲像陈老板安尼，坚持带00后生仔到工厂视察。亲自看家的人，他嘴头啊会淌笑。材料在那个地方，你看那个材料在那个地方，对 对, 對，那块。不过无闲的唔来认真，伫林头企业顶立雕刻的车间，一个已经创大半个月的项目特别创了了。我叫李崇达，从事石雕行业20年了。当年是这个项目，我主要做的是那个狮鱼座。那一些扫花，然后我就带了几个人一起做。这位浮雕组的小组长，逐摆赶工发现问题，李师傅就得把家己手里的头颅停塞，帮其他工友及时纠正。反正你这创掉了，你严重的多少安尼破住，啊无你安拿一片搁割一片就麻烦了。你无钉线吼，无钉线你直接你看当个一点，其实你看。你阿明，你买的东西，伸手几条我去啊，好。5日了后，项目就要验收交付了。到时阵，李师傅脚底一块花开富贵葡萄，就会送去700多公里以外的江西东林市。相比之下，研发职业的车间就较安静淡薄。画面顶工人咧无爱控制动头。是研发这两个月接到唯一较大型的订单。石头生理排碳，伫今仔的回弯已经是行业普遍的共识。磨石头也是动向，对工人来说，难处无啥差。逐日9点拍卡下班就好势。不过，
材料的转变，对石雕之乡飞鸥来说，表示一场更加深远的变革伫咧进行。为着管治教的一好之前，去普参无底经营学生行入学堂，透早引发的控制 Plus 动向，就无为恰恰进入最后的拼装阶段。你看还有什么问题？这个，可能身体稍微扭了一点嘛，挤压了一点，挤压了一点，薄了一点，变瘦了一点。你说的太对了，我感觉出来了。哦，对，我感觉出来了。就感觉身体是变瘦了。是从泥塑本身可能跟底座有关系，底座它之前有个方形的底座嘛，看起来可能显宽。还好。它，魏明丁一个陪在客户边头，一个日教人解释问题的后生家，今年23岁。是文化创作部的负责人叶斌。现在这个比较影响效果，它要处理完了，我估计整体效果会更好一点。嗯，这块它正常的应该是顺过来的。钢筋修管，细节处理却西瓜也突出。面对客户的提问，故意的叶斌是头壳疼疼。小陈，能不能把这个那个这个捆绑，能不能暂时给它松一下？还没焊上去，没焊上去，擦那个不安全吧？它是刚那个手的这个位置，嗯，你感觉它有没有就是那个抛，还是原来的那种？我怎么感觉有的肌理就没有？有点光，是有点光。那现在也没有办法。对，只能说调现在头部那个焊接的地方，再给它拉直。这个是没办法。没办法。在飞鸥本地有卖着亲像叠冰安的石雕礼袋，学了雕塑专业倒来，去安排去亲戚公司还是家厝内石雕厂上班，交客户建立关系，传承企业文化，事业无需要，还是许多人对因的期待。但9月1号的话，现在这些应该要差不多准备差不多了，很紧张了，对。所以今天我过来看看，原本那个业主。他安排的是那个明天就过来，后来我说我先看看。他们明天还要过来。那看我们这个情况，如果要是这样一个情况，他过来没什么用，没意义。阿琳娜，你等一下那个焊缝啊，不要磨得太光啊。就是和原来雕塑的肌理接近就好。好。看似短型无法让一步爬上天，是安怎托欠缺经验的后生家较紧适应企业需要？在培养另外一个小陈的过程当中，陈光林却总结出不少经验。像这些都是我平常这个看的书，像这个是辽金的金状研究，这个是银居式的这个研究，然后这个是法门式的地宫研究。佛光无尽是弗利尔在1910年龙门石刻游记的整个过程，有照片啊，有他的这个，你看这个以前在龙门石窟最早的这个影像资料，那像这本书的话，是傅抱石的篆刻印乱，整本书都是他的手稿，其实是有提升我的审美了，我不是。跟靠技术吃饭的，我是靠头脑吃饭的，所以我要有大量的阅读。明代文学家张岱有一篇散文叫《不离者》，里面写说：“读书识别，冲动连从，顶以尊锐，不以理故。”陈老板的工作室虽然无法夸张，但也看得出个人的趣味。就是这种趣味，决定了人杰无同的发展模式交人才培养策略。我们严格来讲是5年前就在筹划筹备转型，
定位是轻松做文化，大部分企业没有标签，没有标签的话，那企业就没法规划，没法规划，他也不需要什么人才，订单来了，我缺什么人，我去挖什么人，什么时候来什么订单，企业主说不算的。好多大的石雕企业的话，它的固定投入资产、固定的损耗那么大，然后工厂没有订单，等于在自我消耗。这个行业也是在走衰退路线，目前我没有看到什么比较好的这个就是传承吧。未晓看山拢是手，会晓才通找牛牛。偏偏是这二代出身，入行拍拼16年了后，但光零售衰退交转型断层，参照对象是势头上好时阵的飞马石雕。90年初的时候，大量的这个台湾订单移到我们这个惠安公路这个地方加工，最巅峰期啊，就是日夜三班倒的去生产。那每天工厂开的就是跟开的印钞机一样开的，一天24小时，机器也没停，车子一轮一轮的往外运成品，基本上整个村是灯火通明的。这款的景象可能只有从无人的记忆当中才有了。从盛世到衰退，专业术语叫行业生命周期。其实是万代正常的市场规律，不过用闽南话，大家搁爱说“阿得水先就浮”，做生意也难亲像海内浪。伫安怎伫新的时代浪潮内面，学会晓生存之道？但管理的办法就是家己带好头。我把等一下，我把几个资料发给你，然后你，我给你讲清楚，他这个要怎么切。那这个单就给你了，那你要去推进他们落地这个事儿，这半个月的工作就围绕这两个事情。我是在迷茫，我以后要不要把，就咱们传统跟咱们现代的那些结合在一起吗？你要把传统跟现代结合，首先你要做到一点是什么是传统？对，所以我在想，我这三年要了解，慢慢先把这些了解完。3年只能练你的手，那你首先什么是从头，没有一个基层锻炼经验，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成就。越大的平台，你如果沉淀不够的话，你越难驾驭那台机器。所以我其实更建议这些12代的话能务实一点，因为我们现在考核这个学徒的话，更在意说他对这件事情的热爱程度。像小陈这种，未来的话我也想把他培养成一个标杆新的石雕传承人。话是安尼说，不过不是每个人皆亲像陈光林安尼发有耐性。面对急速变化的市场需求，分队另外一个企业家提出了无同的办法。所以说，你整个现在这个地方啊，都得收往后退一点好，它这个胸可以再。咱们现在这里做的这个，原来都是美院毕业的。创业后三四年，我就意识到，你就得考虑这个人才。一个企业它如果要有生命力，你要注重它要有创新的这个能力。艺术上的格局跟视野，你也是一个全球的，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，或者仅仅是我们中国传统这一块。辽宁这个新中石传统定位无同，鼎立选择了一条搁较现代化的发展路途，立足惠安，放眼全球。王向英的发家史，伫某种程度顶，也有法人看作惠安这条行业的发展史。立德，立德，好，我伫马祖经的，唔可能提出来。啊，我阿母袂认得我吼。会认的，爱的，连家己先母都袂认的，我不认。好好。在上海你不认。我万古也无啥来。嗯，我计无。人家说有海的地方啦，都有华人啦。有华人的地方啊，就有妈祖了。所以这妈祖信仰布遍了全球。只要靠海边的，以前都是拜妈祖。
出海嘛，祈求平安。五年前吧，就是可能这个庙就好像有一些漏水了，有一些破了，他们希望说重新再修。那找到我呢，我就跟他们讲，我说我不想捐这个钱，我说这个首先这个所有这个妈祖庙的石雕由我来设计跟捐赠。以前做妈祖都是做妈祖的典故了，就妈祖的英雄，以前怎么在海上怎么救他们兄弟、救他们父母、救他们乡亲等等的那种精彩的典故。但我做的就是做妈祖文化，不是在做表达以前妈祖那个英雄那种场景的，那个是要有，但是我不敢没有哈，不敢没有也不行，这个要传承。其中这一户，你看这三个飞燕，你是老中青的，有小孩的。他们前面那个拿着香，你看，但这个小孩就挺好奇，站在那边，就是感觉出现妈祖的那种光哈。这个都是我们重新对这个的一种新的定义和理解。几杯烧酒落去，好朋友将伊金瀑布赶来呼吁，听好友的建议，王向英决定倒去旧厝看卖嘞。以前跟现在不一样，以前其实挺好看的。以前这个地方哈、啊，这一整排非常有序的那种古大厝那种，非常有味道。我小时候，我们住的是在这个地方，但是吃的是在这个地方。好多我们村里面的人都寄到这个地方来，他们在做石雕，所以小时候你就能天天看到这一些他们在做的一些雕刻的工具了。那个是我爸爸后面做的1985哈，那个时候回家创业哈，那个赚的第一桶金，那个时候说我们村里面万元户啊，天天高兴的睡不着觉，然后做梦都想盖一栋楼，那个时候盖这栋楼，这个也花了一两年盖的，那个时候就是感觉盖楼很快，我爷爷还在啊。他走出来一看，怎么突然间冒出一栋这么高的建筑？嗯，啊，不要彩虹了。因阿公交叔公皆是做石雕的，因老爸原来也是伫国营石雕厂上班。王向英说，家族史顶卡有可能查到的，已经是第五代了。当初所有的那种石雕厂房啊，包括环境啊。作为工厂式，我是觉得很不好。但是那个小时候作为那种村里面的印象，还是感觉挺好。咱们都从昨天走到今天了，同时我们要通过今天这个黑夜，然后又要走到明天了。你说要分别什么传统什么现代，唯一要分别的是，我不能重复去做昨天的事情。可能会加好看，吼、哦！就看以前物件来看，摆放摆咧倒，啊，倒倒会起起咧看吼，安尼较好。特别过九点钟交石头咧磨，像安尼开嘴说话的时间，对李师傅来说，一般袂超过半点钟。机器咧炒，石粉咧营养，头点点咧雕刻，是李师傅职业化年头路的真实描写。也是大部分台湾石雕工一世人的缩影。初中毕业14岁，进硕学了，然后是学习做这个石雕。这应该算是一个普遍现象，因为说我好朋友是几个吧，差不多有8个左右都是在做石雕。当时就是做石雕，在我们这里属于一个收入还算不错的一个行业。之前做学徒出来的时候，差不多一个月的工资差不多是在4000块钱，现在一个月也差不多1万多。无简单，伊个好朋友基本皆咧做石雕，李师傅因某也相仝，
红毛啊，随开始就是伫石雕厂做事才三百的。大弟，我不离。我阿江哥啊。车间的工作有时候感觉也是挺单调的。那我们做学徒的时候，就是做那一些，比如说传统寺庙的雕刻，所以说就是一直以来都是做这一种的。感觉年龄越大，压力越大，养孩子嘛，那个家庭开销这些七七八八的都有嘛。我们也属于在固定在某个厂，属于说厂里面的业务如果是比较少的话，没什么业务，我们肯定要到别的厂里去先去做一点，看看需不需要人维持一下。现在这一些工人就是从石雕厂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在做的，然后他们的年龄大概是在那个32周岁到50多。女的做石雕的话肯定会比较少，主要分配就是在磨石头，做石雕的人也慢慢在减少了。比如说有一些小伙子，就是他们觉得说石雕是一种属于粉身职业，比较危，对以后就是身体会比较危险，所以他们就慢慢有的就转型了。那除了我们这些人，就是比较老师傅还在做，还在坚持嘛。当初在做石雕的话，就感觉前景很光芒，因为感觉就是业务太多。那现在就是机器一直在进步，也让我们产生了一些危机感。这个趋势肯定是无可避免的。过来，你也得慢慢啊，会晓分担。你唔特别表扬啊，以前我们这边就是石雕还没有开始的时候，大家基本都是以捕鱼为主。那后来石雕开始慢慢开始兴旺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转型做石雕了。之前就是在崇武开了很多墓碑厂，然后后来就是很多厂就慢慢转型了，都要做雕刻。如果说想发展，就是肯定以后要自己研发一些作品。但是目前感觉就是没这个能力。人生海海，去金厝暂时拿得起王牌的日子，也不知有法能偷帮李师傅理论的心情吗？但就亲像另外一首歌唱的，总有人这么年轻。在飞碗一撮的捏外火，日流入潮的好时机，双手挲挲，想要试卖一撮新的可能性。这摊啥意思吼？这摊还是不够下去吼？哦，这能听，还是能听。他的这节应该比较点很晚哦。啊？中轴线的这条线哈，包括这个头，这个地方的电哈，这个是个电，这个。肚脐眼这个点，这个手上的中心点，这鼻涕在掉线，这鼻涕在掉线，这叫点痛，点痛的一定规律当中轴线的中心点一定要找准，啊，如果中轴不确定的话，画歪掉，哎，画歪掉，整个就废掉。我是去年6月份来到龙杰的，目前是在学习设计和绘画，平时是喜欢看一些动漫，然后现在这几年不是国漫很流行嘛，然后看了那些国漫之后，感觉
传统的东西好像更有感觉一点。刚好我这个行业比较契合嘛，所以说还是感觉挺好的。传统石雕都很大嘛，如果我也能做成小小的一个装饰性一样的，放在桌上那些动漫有那种手办嘛，这个是我比较想去做的。但是他们对于美的感觉那种我还无法达到，就有点难受了。对于能力在为着想法这件代志，20岁的小丹心态也好，伊感觉横直画画也无时间限制，不断练习，自我会进步。听师傅的肯定无错。他的想法也是，现在基本功练扎实，以后再慢慢让我去接触那些 3D 建模啊之类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其实跟我最后的目标是差不多的，因为过程都一样的。小时候想找的工作就是可以不用说话一整天就这样待着，我觉得现在刚刚好，很贴切我的想法。跟小丹的安分无同，同款在石雕公司待一年多了后，为了有法通真正做点仔家己喜欢的物件，王超选择跳出来，跟好朋友建勇三个创业。我叫王超，2017年的时候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。我念的是雕塑系，也是经过朋友的介绍，我去了石雕公司去上班，在那个创作部门。应该是每一个公司都这样吧，就是会有那种打卡，上午上班打卡，上午下班打卡，然后午休过后再打卡，下午再打卡，就是卡是没完没了的。然后每个月要去纠结那个几分钟迟到，迟不迟到的那种事情，就挺难受的。烟灰缸啊，搁袂怕嘞，伊这样快点折。就是重新整理后的模型吗？是啊。那聊一下。拍卡是一方面，石雕公司主打传统造像交二色立体。阿童超有点仔水土不服，新工作室的头一个产品，伊选择向反叛的杜尚致敬。就这一版的调整嘛，基本上就是为了更方便生产，就是不得不去对造型做一些改动。两个人一起做一个叫做很大的公司，听起来就很儿戏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酷的事情。惠安它就是很适合造型行业的那种生长的一个环境，但是呢，我的作品相对比较少的是石材这一方面，我喜欢很多的综合材料，可能是陶瓷材质、木头材质或者一些合成树脂，就没有把自己框在那个石材里面。如果是艺术家的话，那你把自己的一些个人创作手法就是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，那我觉得是正确的。但对商业逻辑来讲的话，所以就会有行不通的，有一个很纠结的点，它跟创作是两码事。对，创作就是我自己的东西要你管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我想怎么做怎么做。然后如果是产品商品，我也会把造型发给很多的人去问。包括你说的意见，我也会去听，会去整合，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室的定义，它可能会是一些附带礼品属性的产品，在做创意产品研发的时候，是可以带入自己的兴趣爱好的，只不过是需要你稍微做一些调整。我们想的就是可能会慢慢的去发展出自己的粉丝群嘛，它的受众可能会偏小众一点点，但是我相信能 get 到那个点的人，他会非常的喜欢。杜尚的启发可能不难了解，伊说生活无非只有两种活动，一种是维持，一种是创造。伫咧转型期内，到的跩石雕从业者，就伫咧努力打拼这两项物件。这块这么花开富贵，这块已经好了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哦，那我试着弄给你看一下吧。
啊，现在在磨嘛，雕刻的已经做好了，现在在磨，你看一下吧。可以啊，那些表皮啊，你要加深一点。可以。客户说 OK 啦。OK。行。多谢啦。安尼无咧，效果袂歹。当临时项目顺利交付，还阁袂赴好好休息者，李师傅就接到新的雕刻任务。简单交伊抹砂石了后，伊就无停卡，走去另外一间工厂做事。李师傅因某陈当年就留伫咧顶日，继续抹面头水，一阵不爽。一线工人停袂落来，到暗暝。头家嘛，经常困袂好势。就我个人来讲呢，能不能每一年都出一些新的作品呢？这个很重要。天天晚上躺在床上也在想。你比如说，我当初在看这个科幻小说《三体》，书里面呢是在那边形成了一个叫太空城，太空城里面是叫亚洲医药，它就是圆柱体这种构成。是都给别人的印象，它从材料上的属性跟材料言，它是一个好像挺沉重的东西的。那我就觉得我可以通过这个光来把它变得不是你想象中那么沉重，延伸跟打破这个空间的一些界限。离开鹅留剩两日，研发的空气 Plus 动向也终于得要冲了咯。不过，这位担任中年的后生二代，德斌伫业务顶开正佳培训，也搁伫咧继续。做咧什么啊？你更唔捌啉酒诶？啊，今仔日到你厝嘛。三个、四个客户在啉，陈总唔啉，头也唔啉，出老师唔啉。啊，恁爸？阮爸无去，阮爸做了咪。我本来唔是爱我接缝嘛。那些接缝还泥点，还是硬挖出来的。个看慢，虽然看会出来，但是我挖还没到位，但是没时间。哦，太仓促。你家看感觉何况？就是比一开始肯定是更好啊。这底漆也刷啊，什么时候完？明天就要发货。嗯。那今年通常又干了一票大的，是，对啦，啊，哎，我机械臂是真的，我在做诶。上次计无听，我迄个听到伟斌说，伊问我说有啥物医疗配合诶无？我说你其他蛮强。哇，伊还是作品啊，是啥物啊？都有。机械臂交石狮仔诶结合，通超收起一年前。家己也搁伫研发上班的日子，伊记得当时就连一台机械臂都无。到即摆，伫研发顶日跩大手的车间，机械臂已经无算稀奇。一件作品百分八九十的加工，计会做由伊完成。一日廿四小时，机器袂停。但更明显的九十年代初的景象，伫咧一片土地顶下重新发现。
日下班了后，拍电话去篮球，坐电动车驶过车荒，是小陈一日当中上放松的时阵。虽然有阵也会感觉有点仔孤单。以前有时候晚上跑步，两边都是菩萨佛像，感觉像被盯着一样。其实也算挺安心的啦，毕竟这么多看着，应该是不会出啥事的。我现在应该是先想这三年的事情，三年之后再想下一个三年的事情。我不会一下子就想到以后怎么样，应该是一步一步来的。王超说，伊嘛有想过要离开，不过去大城市也有可能又搁着拍卡，单单一点就有够会惊的。亲像日子有法通随时招好朋友去海卡行行嘞，嘛真好。我回来之后嘛，就是跟身边同龄人接触，我会发现大家都是非常有想法的，就不是安于现状的那种状态，惠安的那种干劲还是有的。有人说，生活在贵城，理想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别人的笑谈。但在惠安，就亲像这座天下第一庙，任何关于石头交雕刻的想法，都有可能会通实现。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边的这个天下第一庙，简单概括，其实他们就是为了感恩嘛。当年曾恨为了感恩解放军的救命之恩，然后后面倾尽所有盖了这样一个庙，也是中国唯一一个里面供奉的是解放军的一个寺庙。其实就是从1000多年以来，我们惠安的石雕几乎没有断代过，从打仗的时候建堡垒，和平时代的时候做这些石雕盖房子，他一直都在做。然后惠安人的性格，他们可能就是打石头的时候你也没办法说话，比较会隐忍，但不大会表达。像我这么话多的，在我们惠安这边算少。惠安有一句话说：“日落海烧魂，无雨嘛有光。”也不知道明仔日天会变较秋凊淡薄袂。关于惠安交石头的故事，咱就暂时讲到这位吧。不是像这样，还要绑在额头上。